冲压就是两条线，不要重来哦，重来你讲到进度，然后这个压下去，绕一圈出来，好，可以把它拉紧。哎，那个包包给我了，拉紧了，好，拉紧。拉紧之后哈，等一下再拉下去，压线，自己把它拉紧，拉住哦，再来拉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勾出来，这样子，对，压住，建议要平板，平板先平板，不要收叉。增加拉皮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继续，然后每天要动脑筋，每天要做，不是说一直在看那个，这个不是那个，它就是在提振，就是一个好，一二三，然后自然组合又组合，第七个样子，再做几下，不会再跑，嗯，其实说的，你要看出来，对呀，所以呢，核心是，你要吃什么？我们家帮他取消，你有啥？